大家好，我是林心叶，我是李泽毅，欢迎收听报道上好听，完整上起行。今天要跟大家讲《华鲁族圆舞曲》，是是是，嘿，不知道老师有听过无？这个我细汉就听过一个笑话，就是因为那个圆舞曲华兹是一个社交舞，大家要跳落一定爱学的嘛，啊，所以就较早的舞会就有一个少年的一个男生要招伊喜欢的女生跳舞，啊，结果伊伤紧张，啊，跳的时阵，那个华鲁族的那个 tempo 落来了，伊就问那个女生说：“啊，这是伊要问华鲁族嘛？”伊就讲：“哎，这条是不是华歌？”啊，结果那个女生的那害羞满脸通红，就讲：“不是，这条是戴安芬。”我困住，我唔捌听过。我开场讲，老师为了表示清白，老师无听过。开场讲，这完全破坏掉今天的这个优雅气氛。没啦，没啦，没啦。这有当时吼，咱吼迄个诶，音响音乐之前的这个解说吼，较轻松一点嘛，袂歹啦。是是，因为今天要讲的，就是这个圆舞曲，真正就是讲这个欧洲，尤其是维也纳，伊的这个社交的场合是最重要的一块音乐。但咱即马拢知影讲啊，啥物会叫做圆舞曲，啥物叫华尔兹，但是伊到底是有啥物无同？吼，这对音乐嘅角度来讲，吼，伊就是一种不一样的节奏节奏啦。好，咱一般来讲，咱讲卖讲台湾啊是东方啦，其实大部分的音乐吼，拢是迄个双速拍，两拍还是四拍？四拍对，吼啊。但是欧洲呢，因足奇怪，因的拍手有迄个三拍六拍，就是说以三为倍数，是安尼拍手，吼、啊，这当然的，规个音乐的感觉会参咱迄个足无同的，吼、啊，所以这个三拍手，当然呢，迄、那个西方音乐足侪吼是参舞蹈有关系，早期吼、你从迄、那个差不多16世纪、17世纪的时阵足侪。吼、哦，古典音乐除了宗教的迄个音乐的风格了，其实做侪拢是舞曲。咱顶间迄个毛直接讲到 Tango 嘛是安尼。对对 对, 對，啊 Tango 是迄是南美洲的，迄个无同啊。咱即摆讲华尔兹，这是澳洲的。哦啊，所以呢，以西方呢，因这个以三维基数的拍数吼，咱个有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副拍子。好、哦，就是讲一二三，啊，伊个一种叫一二三、二二三、三二三，好、哦，就是一个大拍内面个有四拍，啊，就是都是三维倍数，对，以三维倍数，好、哦，这就是以咱，所以没有四二三，对对对，啊，所以这西方的音乐参咱无同的一个迄、那个基本的这个状况是安尼、是是，但是随着讲咱台湾都是学 shuffle dance， 还是讲诶学音乐的人。啊，愈来愈多，即马流行歌曲内底嘛有真侪是用这个三拍子，是是是，好、啊，就像周杰伦嘛有一挂迄个三拍子的，啊是讲6/6/8迄、那个，迄想讲 slow rock 一款的，就是副拍子啦。对对对，安尼一个曲风，大家嘛愈来愈熟悉。所以今日要甲大家介绍的，其实应该嘛足侪人拢听过，嘿，头一首叫做《绿袖子》。绿袖子，现在袖子是绿色的。袖子是绿色哦，这是一个英国的民谣，是嘿，而且伊本来吼是刚刚讲是一个凄美爱情故事，但是尾啊变作学生的噩梦，佮变作一个残酷宫廷物语。哎呦，这我唔捌听过咧，这谁啊？其实哦，绿袖子伫英国有一个讲法是讲绿袖子伊记的是迄个记录哦。嘿，因可能因穿的衫吼啊，就是green sleeve 安尼，它指的是这个就是特种行业，特种服务业的女子安尼。啊，但是伊英国拢有一个传说哈，就是讲伊甲迄个亨利八世的爱情故事有关系。是，因为迄当阵就是讲皇室的那个婚姻，嗯，常常拢是爱这个，就是讲爱门当户配呵护对啦，对，拢爱皇室成员，而且因的婚姻未使凊彩离婚，因为迄当阵就是罗马教廷的时代，未使凊彩离婚。啊，那是讲迄个国王的婚姻嘛，是爱呈报给教廷或主教来做主。对啊，迄当阵已经。亨利八世有一个凯撒琳皇后啊，是啊，而且凯撒琳皇后就受到这个英国的这个民众的爱戴，是啊，但是伊个爱到一个叫做安妮柏林的一个入住，啊，这安妮柏林呢，伊其实伊唔是特种行业出身的哦，伊、是一个算讲高贵个足时行的这个名媛哦 ，OK， 啊，就是因为讲伊的迄、那个。舞蹈艺术的能力啊，啊个造诣很好，造诣就好，啊伊音乐的造诣嘛就好，啊语言嘛就擅长，所以伊当阵就伫个
法国的这个皇室来做这个英国的这个翻译。是哦，哎，亨利八世看到伊就对于一见倾心、嗯、哦，安尼一见钟情，而且就是。爱江山，哎、不是爱美人不爱江山，江山哦、啊，冲冠一怒为红颜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最喜欢那就是变成台湾学生的噩梦哎，因为咱买啊拢在历史课本，嗯，还得世、這個、世界文化史拢有读过、哦，就是伊为着要娶这个安妮伯里，伊要甲凯撒琳皇后离婚，啊，罗马教廷唔肯，因为当时的主教查理五世是凯撒琳皇后的这个孙啊。哦，是安尼哦，都伊得甲驳回，驳回，驳回，无爱和伊娶着对，无爱和伊离婚着对啦。啊，结果迄个亨利八世伊气起来，我不爱信你罗马教廷啊，我要家己创立一个英国国教，所以就变成当时的一个宗教革命。是哇，其实宗教革命为了爱情来的，对。哎，对对对啊！但是咱读世界文化史的时阵、嗯嗯，知影讲有宗教革命这件代志、嗯，但是可能唔知影甲这个爱情故事有关系嘛？唔、嗯、知影讲甲迄个绿袖子这条歌有关系，这条歌有关系。嘿，啊，而且伊嘛是香港学生的噩梦。香港学生跟参这有啥物关系？有啥物关系呢？哦，因为香港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嘛。可能嘛有一点仔关系啦，嘿嘿。啊，主要是讲因为因的那个中学会考的音听哦，嘿，因拢会放这个音乐，做讲你要开始答题的时阵，哎、哦，我觉得提示音乐都放绿袖子哦，就是讲就是这個音乐听的，啊，就爱开始考试了，哎，对对对，爱、哦、开始考音听，啊，就大家来，那是可能是忘记这首曲来听了，这首曲都会背起来，嘿，啊，紧起来读册，啊，无考试考歹，是，这是香港学生的噩梦。不过吼，我感觉音乐吼有当时啊吼，就是讲。不管伊是伊的出身是啥物货啦，吼、嗯嗯哦，你从你头先讲的亨利八世的故事，还是安妮的故事啥物货，吼、嗯嗯哦，但是当一个音乐伫一块土地，还是一个国家流传有够久，它已变作一种共同的记忆嘛。是，所以其实绿袖子已经是非常能够代表英国的一个迄个传统歌谣啊，吼、嗯嗯哦，尤其是像后代的他迄个较有名的作曲家，看有一个叫佛汉威廉士，吼、嗯嗯嗯嗯，伊本身就是英国作迄个代表性人物的一个作曲家，伊就曾经把这个迄个绿袖子这些旋律哈、哦嗯嗯，重新再做一个创作，好、哦，啊，就是变作今仔日咱要听到这个弯声乐团哈，弯声乐团要演奏的这个哦绿袖子幻想曲，安尼一个迄、那个这种风格安尼。是，这嘛是我细汉就是学吉他的时阵嘛弹过的这些曲子，嘿，应该是拢有无同的版本啦，因为这条曲太有名，非常多，对，这个曲太有名。竖琴的妈妈就好听，嘿，拢多。像我细汉的时阵学竖琴的时阵，我嘛是做定咧弹这条，因为这条曲吼很适合竖琴弹，真正嘿。它特别适合竖琴的版本、嗯嗯、啊，所以这个绿袖子除了刚讲有这个特种营业的这个含义，它、一方面嘛是因为有人是给形容最这安妮皇后也这个长袖善舞啦，嘿、啊，但是尾啊，因为这个亨利八世见一个爱一个，啊，为着要娶新的迄个珍稀摩皇后吼、哦，啊，就讲这个。安妮皇后哈，就讲伊哎同甘，就甲伊斩首示众，所以尾啊，就变作一个这个残酷物语。啊，而且因为当阵就是讲，英国的人民比较支持原本的凯撒琳王后，所以就觉得说这个安妮王后呢，就曾经被人家称为是一代妖妃，还跟他中国那个妲己啊，是，赶快啊，啊，所以就变作讲有就。即款票诶，一个污名化诶，即个下场。但是，当然，咱即卖搁咧看吼，就是讲诶，迄当阵诶，这首曲是代表讲，即个亨利八世要去追求即个安妮皇后诶，所迄当阵所留落来即个曲啊，伊也是诶，代表着讲一个非常美丽的这个女子的形象。对啦，跟其实美丽爱情不管安那啦，即卖咱就是来听即个音乐个，伊就是足好听的啦，真正诶吼啊，茫去想遮个历史的物件，咱好好来享受音乐就好啊。是，啊，就感觉伊迄个美感的。是，吼，这回来欣赏这条绿袖子幻想曲。
所以这条嘛是一个圆舞曲，对，就好听，而且就是算讲是世界知名。对，因为咱常常咧讲吼，迄落欧洲维也纳呢，上爱上高写圆舞曲的，就是一对白仔囝。好、哦，就是老约翰史特老师跟小约翰史特老师，对啊，这两个写圆舞曲写到呢，规个维也纳迄阵的迄个社会吼，哎、欸，真正是可能变啊，比因两个拢变偶像了，对啊啦。嘿，那呢哦，还世界各国的游客去到澳洲，因为这首曲一定要去看多瑙河。对啊，一定的啊，哎、啊，要蓝色多瑙河嘛，对吧？哈、哦，啊，而且吼、哦，其实你迄个维也纳，我唔知道你有去啊佚佗过。我唔捌去过维也纳，但是我去德国的时候，有去看过多瑙河。哦，安尼吼，伊有流经到德国。因为吼，维也纳对阮学古典音乐的人吼，啊，佫有一个吼，足重要的一个迄种迄落地位啦。因为我拢讲伊叫做音乐之都。啊，其实你去较早迄落欧洲的时阵，因为足济吼，就是讲，因为维也纳马上是奥地利的一个权力中心嘛。啊，所以因遐呢，国王啊，啥物话，因对迄个音乐家吼，拢应该讲足尊重的，所以因拢是开足济钱爱饲这音乐家。当作国宝啦。对，跟咱台湾无共款。对啊，所以音乐家呢，嘛是拢吼，希望能够去到维也纳，啊，伊也互迄个迄阵的迄个国王啦，是迄个贵族吼，互因饲，爱当好好啊来写音乐嘛。所以。当年专欧洲呢，足厉害的音乐家就拢会去遐，而且足侪音乐家拢是伫维也纳出名的。譬如讲莫扎特，对吧？啊，贝多芬应该嘛是。对啊，对，其实大家拢有去维也纳遐啦，吼。就是讲圣贵族安尼的，对啊。圣公是音乐家的卖家的，对吧？拢爱去朝圣。是，无错。好啊，所以迄阵迄个大小约翰史特劳斯里亚吼，把这种圆舞曲这种曲式吼，真正是更加上关的，对啊。就蔚为风潮安尼。是。但是这看起来虽然讲是白阿囝，但是伊唔是那个副城职业哦、喔，我算讲是副城职业哦、喔，因为老约翰史特劳斯伊当阵都写几百个在李秀的这个圆舞曲，但是伊就反对伊后生学音乐，对，所以有当时啊拢会安尼啦，因为学音乐吼其实足辛苦的啦，讲实在，较早阮爸妈有甲我讲，以后大汉吼。嘛，无一定爱行音乐这条路啦。虽然阮爸爸嘛咧教音乐，有反对无？伊是无反对，但是伊嘛无真正鼓励。嘿，伊有好迄个环境，啊，好我去学，吼，啊嘛是有当时啊，好我好较侪迄落机会咱表演，但是伊无讲强制讲吼，啊，我一定以后爱做音乐家。是，嘿，因为伊嘛知影讲学音乐这条路足辛苦的，所以我感觉这是应该是一样的迄落做老爸的一种心情啦。是，啊，但是澳洲。等到是一挂音乐家，等到换引起强烈反对，因为好心去学音乐，像讲迄个老约翰史特老师，就是伊就一直希望讲小约翰史特老师，而且因为是长子，一个家己的名号伊嘛，所以就约翰史特老师 Junior， 他就说寄予厚望，就足想要伊去成为一个银行家，是，所以就要求讲啊，佮家己请家教，就是要互伊去读迄个商业的这个。学院的对吧？啊，但迄阵伊吼嘛是背着因老爸啦吼，加上是因妈妈吼，嘛是讲啊，知影讲因囝安尼嘛作家音乐的，嘛是偷偷的找人家教。对，啊，后来解放就是因为因爸爸妈妈离婚哦，啊，结果在迄个离婚诉讼，迄个老约翰史特老师败诉哦，所以失去了监护权哦，所以啊，所以小约翰史特老师对妈妈哦，他的大解放，因为高兴拉小提琴就狂拉小提琴，那银行家迄个坑个边啊，对啊，但不要因为伊真正做有才华的啦，嘿，所以到尾啊，伊的这方面的成就其实比因爸爸还更加高。对，就是老约翰史特老师写几百瓦调，啊，小约翰史特老师写五百调，对啊。圆舞曲，所以赢得起老约翰史特老师叫做圆舞曲之父，是啊，小约翰史特老师叫圆舞曲之王，啊，他们就是圆舞曲王国，就是白阿囝哦，就是主宰了整个维也纳的这个圆舞曲之风啦。对啊，其中上有名的就是这首《蓝色多瑙河》，蓝色多瑙河，一个加迄个维也纳森林的故事，啊，还有这个皇帝圆舞曲，并称三大圆舞曲。
好、哦，而且甚至蓝色多瑙河这条 Q 在维也纳、哦哦，他们还称之为第二国歌，奥地利啦，啊、嘿，是是，因为在维也纳，伊主要是音乐之都，听讲因遐的学生，好、哦、必备的，好、哦，就敢那讲，我高中的时候是，你别未晓想水，你别上毕业，嘿，啊，在因维也纳是，你别晓跳华尔兹，你别当毕业，我未晓跳圆舞曲，当毕业，对，对，啊，所以这个甚至说。变成因的国舞了，对啊，好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这首曲就变成国歌，但是伊的创作背景，咱今嘛较熟悉，拢是伊的管弦乐版本，就是讲它也是纯音乐的版本，哎，但是伊本来其实是一个合唱曲，伊嘛是让唱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一开始是因为1866年，迄当阵就是普奥战争，啊，伊当奥地利这个帝国，一阵白，啊，输个就惨美，啊，所以当阵维也纳有一个迄、那个男生合唱协会，也、这个指挥，都拜托这个小约翰·史特老师就讲，啊，你来写一首曲来，在就是提升鼓舞人心，哎、欸，对，啊，伊就写一个合唱曲，就是这首《蓝色多瑙河》，啊，但隔年1867当阵演出的时阵哦，反应无好，哦，啊。半年了，是小约翰·史特老师应邀去巴黎的世界博览会做表演的时阵，伊就把歌词去掉，改做演奏曲啦，管弦乐版、啊，结果就大为轰动，大受欢迎。而且伊当阵的拿破仑拢亲身走去大书馆，去甲伊讲讲，哎，这个曲伊就很受欢迎，是是是。所以这条迄个蓝色多瑙河哦，当然咱伴随着。表演的一定是跳圆舞曲嘛，嗯嗯哦啊、但是哦，咱一般大家拢知影讲圆舞曲三拍手叫做蹦恰恰蹦恰恰，有无、嗯哦啊？但是迄个欧洲的这圆舞曲、哦、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律动，伊、迄三拍手哈，唔是平均的，咱底下讲咱按照一个切分音就对啊，应该是讲伊是一个开口。好、哦，迄、那个开口你嘛唔是讲伊是切分音，嘛咪讲伊是安那，伊就是有一个吼、哦。就是说，讲大家诶一种默契个共识啦。啊，但是这个物件其实是参跳舞的迄个卡步有关系啦。哦，就是对一个卡步要打较长，对一个卡步要打较短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而且因迄个跳圆舞曲吼，拢穿迄个蓬蓬裙有无？哦，啊，蓬蓬裙有当时也无注意吼，你也去打掉，嘿，哎，会跋倒嘛。是啊。三个离开。对对对，啊，所以伊咧跳的时阵，拢嘛是卡嘛是爱甲迄个蓬蓬裙吼，安尼回一下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回一下，迄个动作咧，就会较大，所以迄个拍手就爱较长一点点嘛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你也听迄个圆舞曲的蹦恰恰，伊毋是蹦恰恰，伊是安尼蹦恰恰蹦恰恰，伊有一个第二拍长的迄个感觉，是，就是迄个卡要剩较长的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是是。第一老师先说明进程，我一直叫是讲这个拍数的无同款，可能是吼无同款的国家的人吼，卡无同款，迄跳起来迄个拍，迄一拍都无同款。是是是，不是安尼。咱可能吼卡较短吼，拢会不知不觉加速，蹦恰恰蹦恰恰安尼。不是跳不准啦，迄是真正有迄个需要啦，是。而且吼，因这足神奇的哦，你也真正有机会吼，去维也纳听现场的。乐团吼，演奏迄个圆舞曲吼，你也感觉讲，因的默契真正足好诶。因为一般来讲，咱拍手爱准爱用克里克嘛，爱用节拍器嘛，是啊，对，这完全是一个不工整的拍手，是安那因所有的音乐家吼，拢有法度会当足精致甲演奏。因为这就是长久以来大概对这个音乐的认知啦，所以这个叫做迄个就是维也纳风格的迄个圆舞曲，是，嘛唔是讲所有圆舞曲一定拢爱安尼演奏，但是维也纳风格一定爱安尼走。安尼吼，那这么好，我想到讲跳舞的时阵是，有当下是两个陌生人，是，但是因嘛。有法度就是讲，有法度讲配合这个，不是那么平均或者是准确的这个拍数，但是两个人配合比较好诶。这变做讲是因的文化来对对对对对。好、哦，这其实吼、哦，从迄个我较早做第一届去迄个维也纳，吼、哦，去遐演奏的时阵，吼、哦，阿们都要有闲吼，阿、哦、就去迄个维也纳大教堂头前的广场，你们知影伊这变成一种观光彩嘛？因为伊同一个时间，每天晚上那种古拉杂的音乐厅，是拢伫演奏这维也纳圆舞曲，你就是会当买票，
哦，哎，拢伊拢以迄个维也纳迄个大教堂头前的广场，你卖票，哦，哎，拢穿较早莫扎特迄种衫，啊，问看你，哎，下摆听迄个圆舞曲的音乐会，嘿，啊，所以因这其实吼，规圆舞曲已经变成维也纳奥地利的一个观光财，为着迄个观光客为着要听这个音乐啊买票。哦，啊，去伊的迄个，即个一挂音乐厅的场所去听些音乐会。所以可以想象的，蓝色多瑙河哇昂的对啊。是是是。连伊当阵有另外一个三 B 之一布拉姆斯，嘿是。伊当阵嘛有去拜访迄个小约翰史特老师，啊，因两个有留一张相片。嗯。啊，布拉姆斯伫迄个相片吼，都有画迄个一段迄个蓝色多瑙河的谱。哦。嘿，啊，伊伫顶管写一句话。嘿，写啥？伊讲。真不幸，这首曲不是布拉姆斯写的。嘿，啊，是安怎讲？就是这就表示讲，你非常哈，这是一个音乐家之间的一个相关的肯定。对对对对。等于讲，你这个曲这好，我真正是感觉足遗憾，这竟然不是哇布拉姆斯写的。哇，哦，哎，好新的广告咧，咱今麦较紧来欣赏一条迄个蓝色多瑙河哦。请。